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Joy 同大家见面。就嚟圣诞节啦，大家谂到送啲咩圣诞礼物咧？俾另一半未咧？今日咧就有啲 tips 俾大家，就系介绍一款圣诞礼物可以送俾男士噶。首先咧就有呢一个咧午夜蓝嘅颜色啊，近啲俾大家睇下。首先近啲俾大家睇下啦，你会见到咧有重复 H 嘅字样嘅，而呢个午夜蓝咧，其实咧嗰个质地咧系非常之靓噶，系用咗 100% silk 去制成噶。咁而背面呢一度咧就会见到有 Hermes 嘅 logo 啦，有 Hermes Paris 嘅字样噶，大家睇下系 100% silk 噶，而且咧仲系法国制造嘅。我自己咧都非常之喜歡咧午夜藍呢一款顏色嘅，因為非常之易配襯啦。好似如果男士咧係經常性要著恤衫翻工嘅話咧，無論係白色啊、灰色啊、淺藍啊嘅恤衫咧，都可以襯到咧呢條領呔嘅。甚至乎如果佢件恤衫咧本身咧係有 pattern 嘅話，都可以戴上呢條領呔，因為呢個 H 嘅 pattern 咧其實一啲都唔會覺得花巧啊，戴上佢，而且咧亦都係低調嘅奢華。除咗午夜藍呢款顏色，我哋仲有另一款顏色俾大家選擇噶。就是碳灰色啦，亦都近啲俾大家睇下，同樣啦，都是重複個 H 字樣啦，質地亦都係 100% silk 去製成，非常之靚噶。兩款 Hermes 嘅領呔咧都係非常之易配襯啦，而且低調奢華又 classy， 非常之咧啱曬送俾咧男士噶啦。Hermes 嘅領呔而家可以去到 L Buy 或者 L Deluxe 嘅門市同埋旗艦店嗰度揾到嘅，歡迎可以去到咧我哋嘅門市同旗艦店嗰度查詢啦，又或者咧喺 Facebook 向我哋 L Buy 小助手查詢價格噶。下次再見。